谁醒了？迷惑困境的你，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让你失去了几乎一切。此刻你忘了自己的过去和一切曾经真实的事物，就像再一次降生于这个世界。在外套内侧口袋里有一本笔记，接下来拿起电话拨打笔记第二页的号码，那个名字是梅。已经在向你靠拢，你现在状态很糟糕，不能有任何闪失，站起来然后离开这个房间，我已经准备好了紧急情况下的撤退方案。叫中原，我们会进行一个简短的回溯性身份定义。由于你的名字随着存在性一起流失了，你现在需要一个定义你自己的新名字。请暂时稳定，我们是陈刀锋的成员。哎，我来解释吧。简而言之，概括说明，处理各种怪奇事件，
打倒关押怪人怪物，就是超现象管理局这个巨大组织的侄子，而我们是程刀锋超管局的特战小组。不该让你单独行动的，我麻痹大意了。现在组长情况如此糟糕，遇上超市的话出去再说，先集合其余的队员。来的路上已经干掉了不少这类寄生物，选择个体进行寄生是某个超实体的异常效应吗？现场分析可以留待下次，直接用暴力突破。组长，从这里开始重新熟悉临场指挥吧，我们会尽量让你适应战斗的节奏。我已准备万全。战斗指挥权已交回组长，接下来由我进行必要的说明。准备执行，请为我和中原下达指令吧。左下方区域是我方特工的实时状态监测，而右下方区域显示特工可以使用的技能，技能图标下的数值为发，这里会显示敌我双方的行动顺序。我的速度比中原阁下要快，点击图标使用普攻，攻击当前选定的敌。收到指令，请继续点击图标使用。心情不爽，向前进攻。准备执行，我们的技能都已准备完毕，一鼓作气，能级充足，请为我选定攻击目标。来吧，乘胜追击，请点击，请为中原选定攻击。撕开天窍，天之之门，天外能者，给我一滴毁灭。人体吗？不，感觉不仅于此。黑色的像是某种数据线，纳米机械。和其余组员取得联系了，就在前面不远，先汇合吧。这是程刀锋的两位组员，明霜和星凉，可靠的战斗员兼设备后勤明霜，以及不那么可靠的情报特工星凉。不可靠的我，组长身上发生了什么？像是现实分解，伴随着相当严重的记忆丧失。现在的临时指挥由谁来负责？如果你没有意见的话，由我来临时指挥。按照紧急条例，我建议联络值守主管明烈。之前组长和明烈阁下一起离开，但现在只找到组长，
明烈阁下恐怕……姐姐，目前以确保自身为第一优先任务吧。不过是又一次的死里逃生啊，我们可是熟练工啊。指数为什么在报错？这个毒鼠若一切好像出问题了。尸体，全体警戒！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盯上我们了，准备战斗。我已准备万全。算法已加载，星梁是辅助型特工，可以为我方治疗技能，只能对我方特。点击图标，使用星，请将中原选定为治疗目标。准备之心，可以开启。组长，准备好大。来吧，下一步。挣扎，算法已加载，准备执行，来吧。下一步。
侧面，有机会。你忘记了你与我们立的约吗？不可能。你把我们也锁定为非人类了吗？我是特别行政秘书梅，我要行使阿尔法权限，启动事件代码，众王同行，口令，我见那时辰已到。是我打开了他们的门，如果这能救他们，赶上了，局长秘书梅小姐，我接到了你们组长从电话间打来的电话，现场情况过于混乱，我只能亲自过来处理。那家伙会与极端危险的超实体作战，有些人叫他深渊的狱卒，所以我放出了一些必须严肃对待的家伙，根据协议他必须优先前往收管。那些非人的东西彼此毁灭时，我们有机会逃生，得赶去医疗部门，先为组长做一下处理。医疗部门人员损失惨重，已经是绝对禁区。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我来指路，随我来。能相信他吗？跟上去吧，组长，再坚持一下。这边，快！来人了，安保部的人，看样子是冲我们来的。梅小姐，这就是你说的计划？是一万带队，有麻烦了。梅小姐，请把话说清楚，一万阁下为什么要劫机我们？副局长伊万阁下兼任安保部部长，作风强硬，不，用粗暴来形容更确切。如果落在伊万阁下手里，不，绝对不能，没有如果。提高警惕，做好最坏的打算。身份标识是成刀锋吧？
是否承认自己袭击明烈，引发失控？死鸭子嘴硬，看看这个。我是特战小组红世界组长明烈，也是监管中心值守主管。姐姐，再次宣布引发事件并袭击值守官员的事，现已全员叛逃的程刀锋特战小组。怎么会？我呢？全员叛逃？全体工作人员注意，若发现其小组成员，立刻将其逮捕。一定是误会了吧？好好说清楚的话。若对方武力抗拒，批准使用致命武器。再重申一遍。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一万阁下，请稍缓做出裁决。程刀锋组的组长在事发时身处事故中心，现实流逝，包括严重失忆。失忆吗？那可真是太好了，程刀锋。先是抵赖，然后是失忆，亏我还想看看你能有什么伎俩。将他们拿下，如有抵抗，就地击毙。等等，这边也有追兵。听，我以局长秘书的权限命令，
进入作战模式。算法已加载。糟糕，敌人点击中原的头像。来吧，选出手谕誓言技能，请将明霜选为技能，来自特工手册第42条。前方敌人的系别为信，而我的系别为情。准备执行，下一步。心情不爽，小洞组长，先破我这一关。侧面有机会，不必挣扎。算法已加载，准备执行。来吧，下一步。侧面有机会，不必挣扎。算法已加载，准备执行。来吧，下一步。撕开天窍，停止时轮，界外能者，给我一击毁灭。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治疗算法就交给我。不必挣扎。算法已加载，准备执行。来吧，准备执行。来吧，下一步。撕开天窍，停止时轮，界外能者，给我一滴毁灭。前进攻，侧面有机会，不必挣扎。算法已加载，准备执行。来吧，下一步。全都闪开！
有什么以后再说，快走。说这个，对不起。族长，你还保有最基础的指挥能力，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现实稳定仪器。小心！居然追到这里，平台掉下来，我们就完了。族长，来了，全都上地铁。等一下，你不是分五裂了吗？我不可能看错，难道是？是伪装的敌人吗？局长的秘书总有一些小秘密。上车吧，各位，你们将前往一处秘密站点。这处秘密站点位于南亭，已从总局档案中消失。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将从那座秘密站点开始，更多的让他到时亲自解释吧。走一步看一步吧。醒了吗？欢迎来到新家。你现在
对于局势一定非常迷惑。千秋说遇到你时已经简单介绍了情况，超现象管理局这个庞大的跨国机构负责监测和收管一切超实体和超现象，在被全面通缉前你是程刀锋小组组长，超管局行动部门最好的指挥官之一。这里不在超管局明面文件上，是一个独立站点。几十年前探索幽影地铁时建造的好地方，隐秘坚固，设备齐全，不舒适，但适合新的收管机构。秘密收管机构，新的。让他亲自说吧。来这边，程刀锋，连接通讯。中心站逃了出来，听说你失忆了，但是你站在这里证明你依然有能力完成工作。不管你的脸在不在，或者记不记得自己的名字。可是组长现在被通缉。是的，而且这对于我们是件好事。可以不受超管局条例管理，执行我的任务。等等，您不愿为组长洗脱罪名？我愿意相信你们没有谋害名利、破坏收管，但那需要调查和证据，这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在那之前，我需要有人帮我做一些超管局局长不太方便做的事。那违背了几乎所有我能想到的条例。我向你保证，孩子，如果我想设计你的小组，有200种办法，而不会让超管局损失惨重，连我自己都有麻烦。想象力丰富是你的优点，用在接下来的工作上吧。作为负责收管超实体的行动组组长，接下来你要做的事和之前没有区别，但你可以自行决断任何事。第二件事，调查这次收管失效事件。这2件任务没有期限，至于所需的物资，我相信你一定具备灵活的头脑，如何制定日程你完全可以自己考量。局长，我有一件事想问，关于姐姐明烈。明烈现在处于严格的医疗监控中，他在事件中身受重伤，指认你们后就昏迷了。何时能见到他，取决于你们的工作成果。通讯结束。哦，对了，你还记得任何和真相有关的事吗？
我们活下来了。